Hello， 我是悠悠。你们最近有没有觉得就是很累，完全不想动的那种？我最近就是很累也很懒，然后只想睡觉玩手机，然后我心里还挺有负罪感的。然后昨天就和我妹一起出去吃米线嘛，我妹说她最近也是这样，然后呢她的同事最近也是这样，懒懒的不想动。然后听完她说的话之后，我当时就松了一口气。哦，原来这是季节性的问题啊，不是我的问题。对了，我今天一不小心上了下秤，然后痛定思痛之后，我决定要减肥了。所以我最近都会分享一些非常好吃又低脂的好吃的。今天又就做了一个凉拌杂菜，但是这个我感觉吃不饱，所以我就又加了一些热量很低的魔芋丝，真的超级好吃。好啦，今天就这样吧，早点睡呀，晚安。